脚尖朝上方哦，就是比较松散的，肩朝上，肩膀吸吐干净，慢慢的吸气，把你的左腿往上提，上提之后检查一下你的腰背是挺直向上，想象在两指高一样向上爬，可以的才试着往可以伸直的方向腿拉长。再随吸气，腿往上跟提气，脊柱往上展，拉长。所以动作不要快，尽量的慢的，你才有办法去觉知到你的最大的圆，转脚掌、脚趾而已。回归向我们左手从大腿的内侧来抱住你的小腿，勾住。再内靠近一点，慢慢转对脚，左手不学瑜伽课最大的好处在于哪一边呢？可以矫正我们的一些不良姿势，还有就是我驼背，对，已经很好很多了，还有我们的酸痛，是，还有就是比较五脏六腑比较不好也可以调。好，慢慢放松，接着把你的腿。那像您说，你这样学几年时间呢？哎，老师，我大概几年了？快三年了。三年。所以说有很明显的改善哦。有。